加坡影帝李明顺夺得本届金钟影帝，把这份荣耀和齐晓分享。谢谢，这个是我在新加坡以外得到的第一个奖项，而且是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，真的很感恩。谢谢大会，谢谢所有的评审。虽然说我平时拍戏的时候很轻松，其实我内心呢是在冒汗的。那我要谢谢导演王传忠，还有你们的团队，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你们真的是很棒。天心、曼玲姐，那我要谢谢凯沃、洪老师，还有所有同事们，有你们的照顾，我才走得这么潇洒。最后我一定要谢谢，就是我的太太范文芳小姐，谢谢你为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宝宝，我爱你，我爱你跟现在。包News新闻网采访报道。